嗨，大家好，我是田纯胜。今天的实测希望能让大家更认识到 ChatGPT 在机械翻译上的应用以及其强大的地方。还以为 ChatGPT 只是稍微厉害一点的 Google Translate 吗？今天我们直接开测，直接来战。以下简要介绍今天测试的参赛者们。首先是 Google Translate， 是机械翻译界的老面孔，相信大家都使用过或者是吐槽过。再来是德国出品的翻译奇才DeepL， 以卓越的翻译品质和对语境理解能力闻名，相信很多学生现在都跟他还蛮熟的。那最后呢，当然是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最强新秀 ChatGPT。 那今天测试所使用的引擎是 GPT-4， 能够理解上下文后生成文本，这也会是今天的主要一大看点。那其他关于各机械翻译或生成式 AI 它背后的翻译逻辑、运作逻辑、原理就不在此一一详述。好的，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 GPT 一段指令，让它今天可以翻译。那我不特定指定它为专业啊，或是特定领域的翻译，只求它产出自然通顺的译文就好。中文的话以繁体中文表示，加上这一句呢，会避免出现简体，那看起来会比较奇怪。那我们第一站呢，是以乡民用语、网络俚语等等的来做我们的第一站。网络流行语呢，通常是与当时的事件啊或文化有一些结合，所以其实真的要翻译呢是蛮不容易的。那我们第一句就先从这个开始：年轻人不讲武德，好自为之。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是 Google 的翻译：年轻人啊、，Don't talk about 武德。那武德其实有人直译成这样子，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最后这一段呢 ，Rat tail juice， 这就没有到那个意思了，应该会看不懂。那同样看到 DeepL 一样，他把这个就是直接翻成 Rat tail juice。那接着呢，再来看看 GPT-4 它的翻译如何。Young people don't respect martial virtue. They should reflect on themselves and improve. What a disgrace!OK， 大家觉得这如何呢？他把好自为之，虽然说感觉不到那个喜感，不过他倒是避免掉就是翻译完之后让外国人看得一头雾煞煞的这种概念、哦、不过最后大家觉得如何？这个心中自有一把尺。让我们继续进行下一句。下一个呢是2021年的一段大家也常听到的话：粗暴言论大可不必、哦、我喜欢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有鸭子就很可爱，粗暴言论大可不必。那我们现在看看，就是 Google Translate 它这个翻译，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哈。Duck don't have to have to 什么哈？那这边也是 rough talk。OK， 那一样，我们来看看 GPT-4 的反应。There's no need for cute languages, just let it slide。好，它最后框了一个 duck。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翻，不过最后有这个，这有把这句话意思大概提出来，好，就是让他去吧，自然就让他自然过去之类的意思。那我们再直接进到下一个，恭请九天玄女驾到，降落降落。OK， 好，这个去年大家应该也挺烂的。那先看到 Google Translate 这边呢，他讲 Let me down, draw the meat。OK， 好，还算蛮可爱的，让我下来，大概可能意思有到。那至于 DeepL 这边呢，就更稍微贴字一点的，就是真的是降落降落。那接着再看到 GPT-4 这边，看它的表现如何。Inviting a mysterious lady from the ninth heaven to descend。OK， 到这边前面好像都还蛮不错的。这边就一样的问题，带肉下来，带肉下来。好吧，那我觉得 这次的比较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就是都没有把这个降肉的精髓给翻出来、啊、或者说直接就是误译了那我们再进到下一个，下一个呢是台湾人常会讲的，就是中英台日语混杂的说法。我自己想了一段啊，大概长这个样子。林北今天就是要把案子做完。Amy， 那个 paper 赶快给 PM double check 好，赶快 mail 给我，才赶得上下一场 meeting。打给干爸的，一秀你 go go。我是不知道到底
有没有听过这整串话的原文？但是我相信在台湾的话，大家应该不陌生。那一样看它的翻译。Limbe is going to finish the case today. Emmy's paper is good for PM double. Oh no，这边就 Hurry up and give it to me so that I can catch up with the next meeting and call 干爸爸。干爸爸，好，这是上面这个干爸爸就翻成干爸爸了。Issue must go go，OK，好的。那接着看 Deep L，他这边呢是叫干爸爸 Father，Hurry sister to me。好，这两个看完之后，我们来看到 GPT-4 的表现。I must finish the case today. Emmy's paper has been double checked by the PM. Please send it to me quickly so I can catch the next meeting. Let's get it done. Let's work together and go go go. 哇哦，不得不说，GPT-4 它对于全文加上这种混杂的理解是不错，尤其是这个 check 的这个 check，在 DeepL 这边呢，直接把它变成 bird。当然，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所以呢，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ChatGPT 对于语境的理解能力。那除了中文的部分呢，我也取自了英语流行语。那以下的这几个英文流行语呢，是从哥伦布英文库里面参考过来，有看到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有关于 NGL，也就是 not gonna lie，句子非常简单。This is a horrible dish，NGL。那我们来看各自的翻译如何。这边把它切成繁体中文。Google 翻，这是一道可怕菜，NGL。那 DeepL 这边翻，没办法，这个还 OK 哦，就是有把那个真的的感觉给它，not gonna lie，不骗你，真的。就我们很喜欢讲真的假的，真的，这道菜很糟糕，说实话。OK，那再进到下一个呢是有纳入韦氏字典的一个新词叫 gaslighting。好，那这边直接贴一整段话进来。OK，来看一下它的翻译。你又忘记倒垃圾？是的，我们记得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别给我加油，那这个就有点偏掉了。这边也是哦，DeepL 这边也是，别给我打气。那再看一下这个怎样？它其实意思就是有点在说别糊弄我，你不要以为就是我会记错等等的。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字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哥伦布英文库。那大家也这边看到了，GPT-4 它这边讲的东西没错，gaslight me 这个 gaslight 就是创造出一个情境，让对方以为他的记忆很混淆，很干嘛的。我是觉得中文最好的翻译应该就是糊弄我了。OK，好，但至少不管怎么说，这边是有把意思翻出来的。那再接下来一个是 quiet quitting。那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蛮常听到的一个流行语。OK，那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就不针对其他内容翻出来，去特别去看了，我们就看 quiet quitting 他们怎么翻。GPT-4 翻成默默辞职，那 Google Translate 这边翻安静退出。这边呢也是按安静辞职，但实际上它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指躺平。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去查的话，就是默默只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也不求太多进去等等啊。当然，这意思有很多解释，有兴趣呢可以自己研究。但是这边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同标题所述，为什么 ChatGPT 它不只是更为强大、更为顺畅的 Google Translate 而已，因为你可以训练它。例如，你在这边打说设定翻译规则 “quiet quitting”，只翻作躺平。OK，那你把它这边 “quiet quitting” 设定下去之后，
他前面翻译的东西，他之后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翻成你想要的这个字。根据你的要求，我会将这东西放在躺平。好，虽然说我前面已经有要求他用繁体中文了，可是看得到他还是有时候会跳出这样子的状况。好，没关系，至少翻译的文字是 OK 的。人们会躺平是因为巴拉巴拉巴拉巴。如果一名员工开始出现躺平的行为，那至少呢这件事情你是在其他的翻译引擎里面做不到的。好的，这就是今天以上测试。如果还不知道可以训练 ChatGPT 的话，可以看完之后试试看。那应用层面也非常广泛，不只是在翻译上面，你可以想象得到训练你的 ChatGPT 去做别的事情，或者说帮你在处理其他文本。那我这边就单纯先聚焦在翻译上。如果说你训练的够用心的话，你甚至可以培养出专属于自己的翻译小助手。那当然也可能不需要那么累。以目前 AI 以及相应工具的发展速度，我相信很快就有更方便的软体会推出，能够操作使用。那么今天的翻译乱斗就先到这里，希望能借由影片跟大家有更多交流。谢谢大家观看。